忙碌的周五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走。写字课，给妈妈送快递。现在正在等我的妈妈下班，买好吃的。嘟嘟，我们回来啦！对，我们回来啦！大晚上在家的不用带这个了。Hello。Hello， 今天又是我们各自忙碌的一天。今天我要从六点到八点上链子班，我是十点下班，我也是十点下班，我妈是十点半下班，我们都没吃饭。今天来来搞起来搞起来，我们买了鸡翅还有鸡块，这个人买张冰块，对，闻着都好香甜呀。因为我们买的可乐不够凉，所以我们就用它来代替啦。进去吧。好，炎热的夏天喝杯可乐，冰镇的可乐简直不要，太爽啦！干杯！来个鸡翅吧。哦，鸡块，黄金脆皮鸡块。嗯，鸡块给张思瑶吃，鸡翅有点辣。嗯嗯，好吃，好吃。昨天晚上就想吃这个。嗯，我天天都想吃。哇，好好吃！哇，好好喝！作业做完了吗？今天？我也好想吃啊。